大家好，我是李学正。我今天呢，我又有一段感想，我想发给大家看一看。就是我们现在啊，由于我这个质疑中国演出协会这个执法权这个资格的问题啊，这一系列的这个舆论还是比较热。虽然一般的大 V 没有跟上，但是不少的人在底下暗中支持我，这一点我非常开心。这个特别是机关领导啊，这些正义的这个法律工作者，还有政法大学的好多教授、学生，都在底下声援我。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正义的力量的体现。那么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关被质疑的单位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我故意跟你们作对。恰恰相反，我是看中了你们这个协会啊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，我是为了让你们把工作做得更好、更加规范，让老百姓、相关业界真诚地和你们这个配合，支持你们的工作。因为你们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确实有，如果是光从外边的质疑也就罢了，因为你们内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的，你们协会的人跟我取得了联系，提供了大量的内幕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也希望你们少点那些小动作，不要再找那些所谓的有点公权力的这些领导，再去找各种领导给我施压，特别是给我施压这方面，不要再找，对不对啊？找了以后，我的性格等于让你找的那些人尴尬。那么你找那些有胆量去指挥平台删除我稿子的那些个人行为，不是组织行为啊，个人行为，那些实施这些措施的人都会留下记录的。我都有能力和措施最后找到这些人的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你会害了他。我告诉大家一个内幕，每年的网络管理，这些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体制内的人、有权利的人被处罚。因为什么？很多都是因为非法删稿，谋取不当利益。因为我是有关系统的、有关部门的舆论舆情监督员，我深知这里边的规律，国家机关、国家有关管理机关、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纪律非常严明的，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动用，知道吧？你那样会害了他们，最终会害了他们。你别说这样的小事了，王立科、支流这种政法队伍的老虎，由于我人民的名义，还有其他的节目、其他的剧，中间给我们制造那么多的困难，有那么多的政治谣言，有那么阴森的手段，一会儿声称要抓人，一会儿要调查，一会儿通过有些部门的腐败分子进行查处我们，最终结果呢，这些人都会留下把柄，留下罪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有权利的时候啊，如果这个权利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，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乱作为，都会留下把柄，留下轨迹。现在是信息时代、大数据时代，他都跑不了的，对吧？因为正义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，永远是经得起考验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就专门给有关单位说，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改正；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也可以采取心平气和的手段去回复，对吧？不要采取小动作，那样真的你会害了许多人，对吧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给我提供越来越扎实的这些证据，对吧？只有心存良知，懂得天理和道义，敬重法律，敬重党和人民，心存这样的善良，
你才能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。否则，觉得自己有钱、有势，甚至背后有人，就肆无忌惮，就豪横任性，就不可一世。哎，那这个时代是不行的，是没有你这样的发展的机会的。哎，这是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，是依法治国的新时代，对吧？我们不管是扫黑除恶，还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，对吧？还是反腐倡廉，我们的党中央对体制内的这些流毒都采取了刀刃向内、刮骨疗毒的坚强决心。别说这文化界的一点毒瘤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是给你作对，而是提出建议，提出一点监督。长久来看，将来你们会感谢我的。所以不要现在对我那么恨，也不要采取什么黑手段、泼脏水、这个什么造谣都不行的。我也号召期待善良的网民，有正义感的网民，给我时刻注意着那些给我泼脏水的那些账号，给我保存下来，我都会一一的记录在案，对他们采取正规的、合情合理合法的追诉程序。啊，这就是我的个性，对吧？我们活着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有安全感，越来越有幸福感，是吧？只有这样，党和人民的关系，这种血肉关系才会越来越紧密，我们老百姓才会越来越热爱我们的社会，拥戴我们尊敬的党，这样我们中国的发展才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当中势不可挡，一往无前。这就是我们做节目也好，拍电视剧电影也好，这些文化人的社会担当，我们的责任所在，对吧？我们绝对不是个人恩怨，我们演出协会没有一丁点的个人恩怨，对吧？前世无仇，今世无冤，没有故意的跟你作对，仅仅是我的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一点良心感知。所以我希望把放下你手中的小动作，千万注意我今天善意的提醒，以免将来酿成大错，后悔都是来不及的，是吧？朗朗乾坤，法网恢恢，哎，一定要记住，正义的力量、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。我们只要为了这个社会，为了我们生活的空间更加优越、更加美好而努力付出、努力工作，才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，才能对得起我们的使命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。